我要赶快报，赶快报。你怕没有？有没有？不行了，本来信心十足，不知道谁那么过分给我转呐、啊。就是我啦。转了后，他那个红衣啊。所以今天安全对吧？安全。水箱箱办活动，超大型的夹娃娃机吸引小朋友目光。接下来的真人测试，蔡毅宇打头阵。重磅登场！是我们香槟哥说重磅登场。你老掉海底，后边都无汤剩啊！安全束带套住了蔡毅宇，双手双脚露在外面，中间的肚子显得特别突出。重量级的测试员可以抓到什么？民众实在好奇。中蔡毅宇大手一抱，一开始收获不少，但是一摇一晃之后，蔡毅宇虽然平安落地，但只带出了四袋饼干。平空 Q 啊，一定爱打，就是空气气化那个机台够用了啦。他说他的临界点差不多在110公斤啦、啊，我讲我讲110，所以叫我爱气化嘛吼。邀请安全测试，蔡毅宇不小心透露出自己体重破百，但是看看2021年，98.5。蔡毅宇拼命减肥，体重低于100公斤，勤运动也请大家别再喂食。三个月内，体重从109公斤降到了98.5。但是时间过了3年，真人娃娃机测试虽然有了沉重的安全保证，但是委员的减重计划也再度被关心。我要赶快报，赶快报！你怕没有？我本来信心十足，不知道谁那么过分给我转呐、啊。就是我啦，有这样的情况。转了后掏个红衣啊。马上那个晕车。所以今天安全对吧？安全。安全啊！安全啊！就安全啊！他给我转那一个哦，有那个重力加速度啊，转美条啊。你那是离心力。哦，离心力哦。哦，转那个哦。